嗨，大家，这是我花了2个小时时间用 ChatGPT 做出的一首歌，以下请欣赏。从前，从前，在幸福的世界中，跳着跳着，与节奏穿越时空，每颗音符画出雨后的彩虹，七彩颜色交织成一段美梦。带着微风轻轻吹拂，陪伴着这里的脚步，穿透了起伏，一步一步进入每个灵魂的深处。旋律穿越时空，触及情感的细腻，用节奏的力量温暖着脆弱的内心。音乐成为人类情感的指南，在旋律中写出了无尽的故事，他们在心灵共鸣，唤醒内心的共识，用节奏串起每个瞬间的痛楚，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，抚慰每个曾经受过的伤害。从家门到奔向世界的舞台，音符无处不在，致命才有期待。这就是属于音符的旅行，与旋律编织永恒约定，流逝伴我们同行。这就是属于音符的旅行，接着传奇美好时光，与我们共同绽放。